惊现，近日一女子在房间里面裸奔，问起原因仅是因为夏天气温太高了，不舍得钱不敢开空调。如果我是她朋友，向她推荐这款最近爆火的便驱蚊小风扇，它气压流动模拟自然风吹到脸上，凉耳不冰，就是你坐一天也不会感到热。它外观时尚，小巧便捷，储电量超足，一键启动开关，自然微风拂面，又可以用 USB 充电，不受地点限制，即开即冷，省下来的电费都够买一台空调了。多档调节，不管你是在客厅、厨房还是卧室，再也不用怕热了，用起来也是非常安静的，一点噪音都没有，更不会影响您的睡眠了。最重要的，它还是一个驱蚊灯，采用物理技术，360度全屋除蚊，只需要打开开关，即刻进入驱蚊除模式，你就算是一觉睡到天亮都不怕有蚊子吵。它是靠超声波驱蚊，没有任何化学反应，无毒无味无辐射，没有一点噪音，特别适合有老人小孩的家庭。就这么好用的一款驱蚊风扇，今天厂家直销只要2位数，你就能把它带回家。有了它，夏天再也不用满屋抓蚊子了，睡觉也踏实了，抢到就是赚到，想要的家人们赶紧点击视频抢购吧。